Oh,
Thank you.
让我们起立, shall we arise?
请问是谁 将这么美丽的新娘子 许配给新郎？ Beemong姐妹、亲朋好友，首先让我欢迎你来参加毕蒙姐妹和夏颖弟兄的主礼的婚礼。上帝的心意是要透过人的家庭，借着圣灵的大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和他的爱。所以今天他们两位不但是在众人的面前，同时也是在上帝的面前见证并且立约。 唯有神的爱能够让他们永远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婚礼的开始，我们请牧师和甘霖姐妹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给这一对美好的新人最诚挚的祝福。那我们也知道，他们最大的媒人是我们在天上最良善、最伟大、最慈爱的我们的天父爸爸。所以，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我们把最美的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全心和全意，用尽全力来爱你。我是金碧的泉眼，是你专属的花园。用我。
是你专属的花园，用我全心全意，我要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我要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我要爱你，用我全心用我全意。春夏秋冬，我要全心爱你，我要全力爱你。哈利路亚。
的天父，也祝福新人。谢谢牧师和甘霖带领的敬拜赞美，各位请坐。的确，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有上帝的陪伴，又能够有彼此相随，这真是一个恩典之路。接下来，我们有 Alan 和 Charlene 夫妇要为我们来读神的话语。雅歌二章八到十六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谢谢 Alan 和 Charlene 的读经。很少在婚礼当中有选这段经文，看得出来夏颖真的是一个相当闷骚的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真的非常的宝贝。那接下来是勉励新人的时间，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田纳西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并且也是毕蒙的属灵父亲陈昌文医师来勉励新人。我们这时候一起掌声欢迎陈医师。夏莹，今天能够参加夏莹和毕蒙的婚礼，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和师母，我们每天都在为毕蒙的婚姻在祷告，看见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今天夏莹和毕蒙在这里神的面前立下了婚姻的盟约，婚姻里面说。神说婚姻是盟约，而盟约和合约不同，在合约中我们保护自己的权益，减少我们的责任，盟约却正好相反，在盟约中我们放弃自我的权益，承担自己的责任。盟约的本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深刻的了解奉献与牺牲它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同生共死，生死与共的一个永恒的约定。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盟约必须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我必不撇下你，你也不丢弃我，永远不会，这就是婚姻。就算是我的配偶没有尽到盟约中的责任，我仍然会按照盟约的尽我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婚姻。在现今这个混乱的世代里头，我们在告诉全世界，这就是神的样式，耶，他是一位守约的神。所以婚姻真的是用来荣耀神，也是见证神的恩典。这就为什么马太福音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男人不是神的形象的全部，男人加上女人才是神的形象，这就是婚姻。
或许你会问他，会问我们说，那神这个神的形象是三位一体咯，那婚姻却是二位一体啊，那这样就搞错了。因为婚姻是丈夫妻子与神，这才是蒙神祝福的婚姻，这也是维系婚姻的唯一的方式，三位一体。所以我真的要鼓励毕蒙、夏莹、毕蒙，你们要确认神在你们婚姻之中。所以婚姻是神在地上的形象。马太福音里面说与妻子联合，这里用到联合这个词，好像是在描述动物共负一轭，两者的分担是平均分配，双方尽到个人的本分，这样婚姻就能够联系。也有人说婚姻是彼此付出一半，其实都不然，应该是付出全部，双方都要100%的委身。婚姻是神的对夫妻的祝福，婚姻也是一段最美的誓约，也是一个新的家庭，而不是要延续我们的原生家庭。所以以弗所书里有讲到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然而你们都当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一个人走过人生，你们俩一同走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两个人相伴相随的关系，没错，有时候会有卡关的时候。所以因此我们要学习让自己内心的爱能够流动，彼此流动，让爱的行动给予对方彼此的尊重。关系里面没有谁大谁小，要的是两个人真诚的同心合意，一同的低头向神祷告，我们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就在我们寻常的生活里面。说实在，经营婚姻不难，但是也很难，要看你打从心里要看重，并想要好好的维持对待这个婚姻，而且要一直坚持的做，就会有果效。所以我们要记住，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就叫彼此，要对彼此好，而且要记得把对方当作你最好的朋友，不要让嫉妒跟愤怒留在心里。这就是为我们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含怒到日落，要珍惜对方，永远把对方当作是最好的朋友，而且要经常逗他笑。所以我特别要祝福夏莹和毕蒙这对夫妻，神必要用圣经的原则来建立你们的婚姻，神也要赐福你们的婚姻，神要给你们最美满的婚姻，神也要你们积极努力照圣经的教导跟原则来生活，你们一定会发现你们的夫妻关系会越来越甜美，你们的婚姻会越来越美满。阿们。阿们。感谢陈医师这么宝贵的分享和勉励哈。刚才陈医师说这个婚约和盟约不一样，我想说他可能是要用什么谐音梗之类的哈，必盟盟约哈，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我要事实上我得到新人的允许哈，也让我讲几句话呀。那首先真的很感谢陈医师的勉励呀，我们大家都很多的提醒和很多的这个铭记在心。那在这边有我这个简单的简短勉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毕蒙的名字哈，非常属灵，因为在圣经当中常出现。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怎么样？毕蒙悦纳。约翰福音14:21，耶稣说：“爱我的毕蒙，我父爱他。”哇，这个名字太属灵了，太属灵。刚才陈医师又是盟约，这个名字太棒。不过今天我要帮新郎官哈，也要扳回一面。你知道吗？新郎官名字在圣经当中也出现过哦。哎，想知道吗？诗篇91:1，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不错吧，这是原创。但愿你们的婚姻、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儿女，甚至儿女的儿女，都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并且一生一世蒙神的保护、引领和祝福，一起来完成这个盟约。 Amen。 接下来呢，要问你们非常重要的问题咯。来，我们看着彼此哈。夏颖，你是否愿意在神圣的婚约下娶毕蒙为妻？无论贫富贵贱、健康或疾病，甚至体重增加50磅，愿意一生爱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至死不渝。如果愿意的话，请大声说：“我愿意。”我愿意。哇哦！掌声鼓励一下。毕蒙，你是否愿意在神圣的婚约下嫁给夏颖为妻？无论贫富贵贱、健康或疾病，就算发线上身，也愿意一生爱他、尊重他、安慰他、帮助他，至死不渝。如果是的话，请大声说：“我愿意。”我非常愿意。哇哦，太棒了！接下来是他们要彼此立约、交换誓言的时候。那我们请新郎官夏颖先来分享誓言。萌萌，我们为了站在这里，都等了很久很久。回想起来，397天前我们还完全不认识，还在独自的为婚姻祷告。但真的很感恩，等待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努力预备成为更合适的彼此。我喜欢你爱笑的眼睛，看什么都是可可爱爱的。俗话说，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差，但是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呢，也能笑得出来。我很庆幸你这个憨憨的笑后面是长存的盼望，因为盼望是光，扫清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阴影。我也喜欢你常把别人的事情挂念在心上，当然也少不了为别人的祷告哭鼻子，毕竟除了笑，哭也是你的强项。但我庆幸我们家的萌萌是很有爱心、很有负担的人。我愿意余生与你一起走，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你。我想成为你的好丈夫，保护你、陪伴你。这世界上最爱你的是耶稣，我希望学习他，成为像主一样爱你的人。哇！接下来请新娘子毕蒙来分享誓言。你誓言太好了，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我大概在一个月之前写了这首歌。谢谢敬拜团。这一天，你和我在十架前许下誓言，玫瑰绽放，美丽热烈。哦，这个浪漫的季节，我的良人，我的骄傲，遇见你，我心不再孤单等候。从今以后，手牵着手，一生我们一起拥有。
有哦。我继续唱咯。我的良人，我的骄傲，一切你无心不再孤单等候，从今以后手牵着手，一生我们一起拥有。亲爱的，在未来的每一段旅程里，让我学习怎样哇，实在是太 surprise 了哈！呀，刚差点跟着一起唱，不过发现是他的誓言，我只能。另外，刚才夏颖已经把持不住要开始亲吻了哈，这个再等待个几秒钟，快了快了。接下来是新郎新娘要交换戒指的时候，来，我们请把戒指啊预备一下。这个戒指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贵重金属所做的，代表这个婚姻在神眼中的贵重；第二，这是圆形的，代表是在神眼中一个永恒性。这个摄影师有吩咐，稍微带慢一点哦。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鼓励一下。现在因着他们两位在人和神的面前交换誓言和戒指，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布你们二人成为夫妻，神的爱永远与你们同在，神所结合的没有人能够分开。 Dear brother, you may kiss your bride. 呜 Wonderful. 接下来是到同心纱的时间，那我们请新人到台上来。同心纱的意义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从此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哈。
right. 接下来是领圣餐的时间。那新人特别说，希望在这最重要的日子，也能够纪念主的圣餐。我们就有一个领圣餐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夏颖和毕蒙在你的同在和众人的祝福当中成为夫妻，他们也愿意在这个时刻来领主的饼和杯，要与你连结，也要来表明他们爱你、顺服你、感恩的心。愿你就祝福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真理的磐石上面，哦，也是有你的十字架的救恩与他们同在，你的宝血要来遮盖他们，并且这个家庭，主啊，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一个父母祝福的时间。那我们特别感谢夏颖和毕蒙的父母亲，那他们特别预备了一个影片哦，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要来送给他们的孩子。那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看这个他们。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你们前来参加我儿子夏颖儿媳毕蒙的婚礼。今天看到有这么多朋友欢聚在这温馨的结婚礼堂。见证这对新人幸福的结合，作为远在武汉的爸爸妈妈，我们感到极大的安慰和衷心的感谢。常言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是相伴一生的约定，它标志着人生新阶段的开始。生活常常告诉我们，美满的婚姻既有温馨、浪漫和甜蜜，更有义务、责任和付出。今天是你们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你们现在已结为合法夫妻，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彼此珍惜，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牵手一生。在今后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以一颗宽容的心去善待、包容和理解对方，共享家庭温暖，共历人生风雨。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你们都要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成为终身的伴侣。儿子，你是我们今生的骄傲，你们从小到大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欢乐与荣耀。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样一位善良懂事、有上进心、有责任心、有爱心、有孝心的好孩子。亲爱的宝贝，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满足和自豪。希望你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要勇于担当，做个好丈夫、好爸爸。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亲家母，感谢他不辞辛苦、远渡重洋，代表我们家长长途跋涉到美国参加孩子们的婚礼。更要感谢亲家培养成毕蒙这样真诚、善良、智慧、朴实、美丽、大方的女儿。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他，愿意接纳他。在我们心中，毕母既是我们家儿媳，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全家会用心去爱护她、关心她、照顾她，请亲家母放心。再次感谢亲家为孩子们婚事操劳，感谢在座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和祝福，欢迎大家来我们武汉做客，谢谢大家。各位来宾，大家好，我们是毕萌的父母，现在在青岛，我因故不能前往。今天呢，是夏隐和毕萌结婚的大喜日子，承蒙大家厚爱，来参加他的婚礼，这个见证他们两人幸福的高光时刻。在此呢，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你们的祝福表示衷心的感谢。夏隐和毕萌一路走来，这个始于相识、相知、相爱，时至今日呢，走到这个婚礼殿堂，是缘分。我们要感谢上苍，这个让他们彼此得到真爱。我们很开心，多年的心血呢，只为他们独立成家。现在呢，瓜熟蒂落，结成正果。我们老夫老妻，心满意足了。夏隐，今天我把毕萌交给你了。你要爱护他，呵护他，让他快乐，拜托你了。毛儿嫁为人夫，有后相夫教子，要勤俭持家，孝敬公婆，要善解人意，为你们的家庭呢，默默的奉献。我们希望你们幸福，并在相互感恩中甜蜜永驻。当你俩风雨同舟、携手到老的时候，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这也是我们俩最真心的祝福。最后呢，我们祝来宾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谢谢你们。我们掌声谢谢哈，这个新人的父母亲这么贴心的祝福。事实上，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夏隐的父母还有毕萌的爸爸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不过透过这个影片，真是感受他们满满的爱心。那接下来是谢亲恩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上帝，那毕萌的母亲在这个时刻还是能够顺利来到美国参加婚礼，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特别一个谢亲恩的时间。那同时毕萌的属灵父亲和母亲陈医师和彭姐也在我们当中。陈医师和彭姐是毕萌在田纳西求学的时候带领他信主的，那真的是他属灵的父母。那接下来他们也要对汤道元牧师师母献上感谢。汤道元牧师师母是夏颖在芝加哥求学的时候带领他信主的牧师，也是夏颖的属灵父母亲。他们这次特别从芝加哥远道而来参加。最后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请汤牧师来为大家来祝福。夏隐跟毕萌，你们的婚礼人生的大事，你们以神为
忠心，这是神很喜悦，神赐福给你，也赐福给你们请来的每一位的嘉宾。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赐福。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完全无可指责的。阿们，阿们。谢谢汤牧师。今天毕某和夏颖的婚礼就正式在这边告一段落哈。这时候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let me introduce you Mr. and Mrs. Shane and Abigail Shah.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待会要怎么样来拍照。那我们待会呢的 group 会秀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面。那我们会请首先要来照相的那个 group 的人就可以先在台上三阶阶梯，我们看人数，然后稍微都站好，让新人可以站在中间。而下一组呢就请在旁边可以先预备一下，所以我一次会 announce 两组。那因为今天的时间会比较紧凑，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的可以过来配合一下，让我们很快的照相可以顺利的进行。那如果你意外的发现你在两个组好像都可以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就只要出现一次就好。所以是以前面如果你先照过了，后面你觉得你也吻合，那就麻烦你就也不用留下来照相，就是可以先到外面去，我们有很多的小点心来为各位来做这样的一个招待。大家到时候出去以后可以找到一个位置，那在开饭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安排了不少的一些点心跟饮料，大家可以在外面跟一些好久不见，在疫情之后好久不见的朋友们聊聊天，打打招呼。然后我们呢待会第一组首先会是双方的家人和牧者，然后第二组呢是伴郎和伴娘。那我们请伴郎跟伴娘到时候可以在旁边预备，那我们就期待我们的新人待会重新的入场。另外就是待会用餐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没有看到位置的分配表，对，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是比较自由一点，大家就找到你想坐的那一桌，跟喜欢的朋友，就比较不会发生以前在一些传统酒席上可能被塞到一桌这个不是太熟悉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不太认识的人，那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非常的期待待会有这样的一个用餐的时间。那好不好，我们的家人伴郎伴娘好像在外面是吧。好，那我们预告一下，第三组的话会是阿嘎培小组，阿嘎培小组会是第三组。那我们待会就可以准备一下，可以来到前面。好，另外刚才进来的时候可能比较紧急，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在外面签到，我们也希望待会你们照完相以后就可以往外面移动脚步。如果你还没有在那个新人的签到簿上面签到的话，也希望你们可以在外面就花点时间写下一些祝福的话语给我们的新人，他们会非常的感激他们也非常期待看见你们给他的祝福。那我们在外面的那个 booth 待会也是很快就会开放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照相结束，就每一组都结束以后，若是
你真的很想单独跟新郎新娘留下美好的回忆，你也还是可以留步下来，就是再跟新郎新娘他们还会再待一段时间，跟你们一起合照。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新郎新娘。好，那我们的新郎新娘他们，我们就做这个好事多磨一下。那我们很快的把那个小组的名单可以说一下。那我们在第三组刚刚是 Agape， 第四组会是激情燃烧小组，第五组是Wedding Co-workers。 那可能很多 Co-workers 是刚才前面两个小组的，那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前面已经照过相的就不在后面的这些组就不需要再出来了。那第六组会是还没有照过相的社青和飞扬的朋友们，那第七组是从芝加哥来的朋友，第八组会是生命和敬拜团和 AVL 的朋友。好，那我们现在先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郎新娘再次入场。好，那我们首先先请双方的家人和牧者上台和新人一起合照。双方家人和牧者，那伴郎伴娘请在旁边预备一下。家人和牧者就一起好了，一起吧。对，第二排吧，第二排可以在第二排来，大家对上面的几个阶梯也可以站。好，最后一排大家请确定自己看得见镜头，你看得见镜头，镜头才看得见你哦。好的，好，需要继续吗？好的，那照完相的弟兄姐妹可以先到外面准备用餐，我们有些小点心预备。那我们第二组是伴郎伴娘，请伴郎伴娘。那第三组Agape小组，Agape小组请来我这边，大家可以到前面这一区来预备一下好吗？Agape小组。好的，那接下来来请Agape小组到新郎新娘这边准备照相。Agape小组，那下一组预备的是激情燃烧小组，激情燃烧小组请在旁边 stand by。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激情燃烧小组，激情燃烧小组请上台。然后下一组是其他婚礼同工，婚礼同工请预备 Wedding co-workers。那现在照相的是激情燃烧小组，请还没有照相的婚礼同工预备。好，谢谢激情燃烧小组。那我们请婚礼同工上台预备。那请婚礼同工上来照相，还没有照相的社亲还有飞扬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旁边预备。还没有照相的飞扬和社亲请在旁边预备。好的，那接下来要照相是还没有跟新郎新娘合照的社亲还有飞扬的朋友请上台，还没有跟新郎新娘合照的请现在上台。然后下一组预备的是来自芝加哥的朋友，来自芝加哥的朋友也请 stand by。好，谢谢。那接下来上台的是来自芝加哥的朋友，那芝加哥的朋友请上台一起合照。下一组预备的是生命和敬拜团和 AVL 团队，生命和敬拜团和 AVL 团队请预备。好的，还有没有芝加哥的朋友？
OK， 好。好，那我们请生命和敬拜团和 AVL 上台。生命和敬拜团和 AVL 请上台。Next group will be the In and Monks College. In and Monks College, please be prepared here. You will be the next group for the photo.Okay, now the In and Monks College, please be on stage.下一组是还没有照相的生命和大家庭朋友，请预备。下一组是还没有照相的生命和的大家庭的这些亲朋好友们，请预备。好的，那接下来请还没有跟新人合照的亲朋好友们，生命和大家庭的家人们，大家可以上台。之后如果你们想要和新郎新娘单独照相的，也可以准备，我们后面会有一些自由拍照的时间哦。
好，接下来 是自由拍照的时间，如果你们想要和新人照相，那都可以现在就轮流然后来跟新人照相。那其他弟兄姐妹，请你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外面，已经有一些appetizer 那些都可以来在外面取用咯。那大家可以在外面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那或是你想要跟新人来照相的话，大家也可以接下来还有一些自由拍照的时间。